知道我们是义不容辞的。那么现在将军世界总会一直来都在倡导着相信但不迷信，我们做人不要太过于迷信。而马来西亚城市龙狮体育会它以义不容辞来传承龙狮文化和精神，也让人十分赞叹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醒狮点睛环节，在此环节我们有请到钟锦章师傅 Derry Chow 以及代表，掌声有请他们出来。好，请年轻人稍等片刻，先坐着稍等片刻。现在呢，正在准备着这隆重的场面，进行我们醒狮点睛的仪式。醒狮点睛的寓意呢，就是唤醒那些狮子，唤醒这些醒狮，并且带给他们散播幸福以及吉祥的能力。所以呢，他们也寓意着繁荣富贵、生命兴隆。所以为什么醒狮会被称为吉祥物，就是这样的原因啦。今日啊，我们也看到了九条醒狮在现场，就得把今天呢、啊、我们的好运是爆棚的。我们给点时间准备准备，使得每一位点睛人都有自己的一头醒狮。所以请点睛人们，当别人叫到名字的话，你在他们的工作人员带领之下来到他们个别的醒狮。年轻人们已经开始各中各位稍等片刻。好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人都齐了吗？神气翻翻一下，顺风顺顺顺顺利利。
啊，冇感激，今日天離開太極，神開光，大發財，係陳氏龍師分會成師落地點滴，真花化紅貴師公。大慶響雷點地通，兄弟平安天與慶，一槍興旺永流芳。正係天地人慈中之帥。
会死等一下吗？